好，跟随音乐热度盘点各类热门网络 BGM。 本期热度 BGM 盘点时间为秋高气爽的九月初，一起来看看都是不是口水歌吧。家人们，这就是社交牛逼症嘛。社交牛逼症、社交天花板等相关热度话题延伸出的小视频话题播放至今有25亿之多，在一夜爆火的同时，也将11年前宋祖英的大力飞歌重新拉回人们视野。歌曲旋律激昂，节奏欢快，传递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彰显民歌的流行风。再来一个摸薄纱，直接变成了热门舞蹈动作。要说最近玩手机刷到最多的，也就是这酷盖翻手舞。本以为这段音乐又是哪位音乐剪辑师的作品，事实证明我又猜对了。除了附加的旋律外，前奏的噔噔和主歌不正是 JTL 01年发行的 Malika 吗？叫 JTL 韩国乐队，其实是韩国 SM 娱乐公司 HOT 组合解散后，其中三人的重组发行的首张专辑 Enter the Dragon， 仅在一周之内就销售40万张，在当时的韩国销量排在第一名。虽说成立到消失的20年里，他们只发布了4张专辑，但他们获得的成绩足够吹上一辈子，也足见他们的作品有多优秀。这非常考验眼力的变装是最近很火的一闪而过变装，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共出现40000个视频跟拍，连带产生的话题播放也突破1亿。这眼花缭乱的变法在今年变装视频中是质量很高的一个。不过这音乐是真难找，歌手国家不详，男女不详。根据可查信息，是来自一位名叫 Benny Caradello 的作品 La Mexicana。 变装音乐出现在歌曲4分29秒，是一首动感强烈的电子音乐。节目最后就一起来听一下吧，我是殷小六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Yo no quiero agua, yo quiero tequila.